Yeah.
我们的梦想就有大汗淋漓，这也为他们的梦想具有大小坚实的基础。不管谁胜谁负，我相信今天站在上面的都是勇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本场的得分情况：第一回合30比27，第二回合30比27，第三回合30比27。最终经过我们的裁判一致裁定，获胜者是 Red。